界咧係做有關監管機構、政府部門都可以能夠加快優化呢個現有嘅等候先型保險產品。而有十間嘅年度保費咧係最多係相差係近六成嘅。喺六座位以下嘅車輛係嗰個費用係大約1,009元至到1,660元嘅，而六座位至到八座位嘅車輛咧，嗰個保費就係1,194元至到1,941元。而四間公司咧係有提供到最高嘅保額係達到1,000,000元人民幣。喺車上人員嘅責任方面咧，車上人員嘅指咧就係受保嘅車輛上嘅司機同埋乘客，普遍保額咧為每位係10,000元人民幣，而十間每位年度嘅保費最多咧係相差近一倍，每位年度嘅保費介乎係23元至到48元，僅一間係提供最高保額，每位係28元人民幣嘅。